老师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地方这个网站在做什么？你给我一张图片，他把你背景去掉。来，我们就上传哦。做动作很简单，我现在上传我自己的一张图片，这张图片我可能会需要用到它，所以呢，我的图片在哪里？哎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你看到背景吗？传上去，刚刚我橘色背景哦。我这张图是有版权的，才出现 iStock，哎，就被你就去掉了。接下来点哪一个？下载就下来，下载完你就可以放在哪里呢？把这张图按右键复制啊，剪一下应该剪一下没错，放在我们工作资料夹。你要一个好习惯，应该摆在一起，不要这里放那里放。来，再进来要导入才算数。假设这张图呢是什么？哎，我要再加图片啦。啊，再加图片可以啊，拖曳哦，拖曳就可以叠上来。我要这个时间要加，啊，老师没有看见，因为播放点在这里，要点到哪里？你看见吗？哦，如果这是学校的 logo，也许左上角从头到老师从头到尾都要看到可爱的小女孩呢。那图片可以随便你拖拉，影片不可以。图片可以随便你拖拉，影片不可以。所以呢，从头到尾播都有这个消息呢，在右下角，你看见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哦，我那是适合放什么？Discover 的 logo 啊。老师，我要加的是文字啦。啊，我们那文字就点文本，总要出现我们学校文字啊。来，你可以挑一个你想要的文字，再来加一个。那这边有些效果，这边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什么发光的文字？你看哦，啊，叫下载来用。那我们现在点线程了，我先点这个，这个好了，最前面是不是？不要最前面，片头不要了，从这里开始进来以后就加进来，有看到这个在这里吗？来，那这个把单位打进去，中山国小选起来，修改在右边。啊，再上去哦，小一点。啊，做什么？调位置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希望从头到尾，哎，这也可以拖拉。那移到边界来做什么？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吧？哦，这学校的标题呀，所以我们再简单播一下。啊，把声音开小声一点了。这样就好，来播放。可以再大声一些些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钟你小看中山智。国小在这里吗？今啊，人天物在呢，这我里。很高兴要来跟大家介绍，再动一下，好，来，请你上试着一可以下加一些词。背景去背的。那我这里也有，我这准备了黑熊的图片的插画这里，你看见吗？这些都去背的。哦，这是台湾，这是我们公司的 logo，这个学校的 logo。啊，这边有国旗什么，我要想加进来。哎，加黑熊比较可爱一点，所以它暗了一些些。啊，中正经常加进来，再练习一次。那时候注意哦，时间点，在这个时间点加，当你点加的时候，啊，加错了，为什么加错了？Ctrl Z 后尾，要怎么加？请用拖曳的方式加，加会把它盖掉。如果拖曳的方式就叠在上面，你看见吗？下来做什么？调大小，这是我们学校的 logo。那我再调什么？时间的长度，听懂哈？来换你了。